买礼物制造惊喜，老婆怀疑做亏心事。我就有一次生日，想说帮他买一些他喜欢的那个样式，我就期待他就是，哎呀，好开心哦，怎么贴心？他劈头问我说，你什么时候去逛街的？因为今天是，我就送他，就是买一个小小。你做什么坏事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但他一直以为我有。那他到现在还在怀疑你？应该是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0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